这位参赛者来自于四机二甲苏清河，所带来的歌曲是范逸臣的 Piano。 沙滩浪花的圈圈，黑真是可以多日不见，爱之间还眼前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，沉默在回忆，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。世界偶尔哭泣，钢琴偶尔哭泣，一点意外片段。如果爱还能来自大海，如果爱我已不存在，我希望有一段精彩，让回忆有所感慨。谢谢。好，苏同学，我相信我们的判断没错，你应该也是天生拥有天赋的人，在你的嗓音来讲，在你的歌唱技巧来讲，情感都非常的丰富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，我发现第一个你有唱错的地方。也许你是因为紧张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比赛你必须要让自己在投入上面做到十足的投入，不能有受到旁边的影响，更甚至不能有轻敌的现象。好，下次注意，谢谢。小心。好，再给你们半个。好，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喊完我再讲。好，天鹅，你在演唱的技巧相当好，你能使用的招数非常多，所以是一个唱歌的高手，恭喜你，陈老师。你的声音当中可以听得到，是一个在诠释歌曲是情感丰富的人。你用情感去驾驭你的技巧，虽然你在歌曲当中没有显著的表现你的技巧，可能还是不够的部分。但事实上，因为你的感情面已经在聆听度上面来讲，有达到那个不失分的标准。所以我当然就没有亮灯，因为我觉得你在歌唱的天赋来讲，虽然是小小的个头，但实际上你还是有深藏不露的本事。好，恭喜你入围，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